Hello， 欢迎回到车风小秘诀。在演奏歌曲的时候，你有没有高音大跳到低音，尤其是低音哆的时候，很容易失误的问题呢？这边我们提供一个辅助的指法，可以有效的降低失误的几率哦。首先就是在你演奏要转往低音哆之前的音符时，预先加上右手小拇指的按键。因为这个做法是利用增加按键，不会干扰振动管长的原理，并且可以预先让气流顺畅通过管身而形成的。但有些状况就无法使用这个幅度指法咯，因为会影响大跳到低音哆之前的振动管长。例如第二个八度的 Re 跳到低音哆，如果增加这个按键，就会干扰到乐器共振的管长，导致发出的声音变成不是 Re。这样子的状况，我们就没有办法使用这个辅助指法。建议可以使用的部分有以下这几组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萨克斯风的影片，千万不要忘记按下订阅及提醒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一次最新的影片哦。萨克斯风小秘诀，我们下次见。